门口。一万元，还有多少？他给我好吗？爸，他给我好多、哦，妈，他给我好多、哦，两万的、一万的，还有五千的，他几乎每张都给我一各给我一张哎，嗯。没那么拖吧？现在不知道一比多少啊？之前好像一比六百多吧。千元的，哦，啊，两千的，哇，两千那么多张，不到三块吧，哇，一千的长这样子。他们钱很大了，很扁了，没有用，但是还蛮漂亮的。千元，哇，一千也好多。这张比较新哦，一千元。还有五百的哎，好像人民币哦，红色的，百元，不知道有没有一百的，哎，还有两百的哎，两百的，不到台币一元啊，应该是吧。只有两万元的，两万元的比较好看。